记得是 activity 里面找一下 O 开头的哈，它是 on option 哈，就是当什么呢 ？option O 开头有没有 ？option menu 有没有啊？让 options item select 的这个方法，就是什么呢？当选项哈选项呢被点选的时候，有没有？比如说你当这个。 这个事件有没有？我这个地方哈、哦，比如说这个地方，它预设是按下去就已经有 menu， 对不对？可是呢，我要怎么知道它选了哪一个？所以呢，我如果选了士林校区，点下去的话，它就会触发什么？它就会去找到有没有 option item select 的方法。如果有的话呢，那就会传送过来，到底点了哪一个 ID？ 如果点了哪一个 ID， 就执行哪一行程式。那这个部分的话呢，哈。 各位可以看一下，如果你按确定之后的话，它就会自动产生这个方法。那我们就要把程式写在绿色字的下方。那怎么实做？这边哈、哦，这边已经写好了，给各位看一下好了。其实只要利用什么 switch case switch， 那我要怎么判断说呢？到底点的哪一个项目？那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？switch 后面加上什么呢？加上因为传进来会有 item 嘛。 好 ，item 就哪一个项目，点 get item ID， 那我就去判断说到底，哎，点的是哪个 ID？ 比如说我点的淡水就 M1， 士林就是 M2，OK？ 那我传进来之后呢，用 case 来判断，后面记得加冒号。然后呢，因为我要的是一个什么呢？一个 geo point， 那我上礼拜有讲过嘛 ，geo point 跟那个location 最大的差别是。 geo point 一定是整数，而且必须乘的10的6次方。那我就查到，哦，应该还记得怎么查了哈？查到它的坐标之后，分别这个是什么呢？纬度，这个是经度，然后呢，分别把它组成一个 geo point， 那名称比如说叫 TCMT， 再利用呢 map controller 点这个 animate2， 把它移动到。 这个坐标上去，这样的话呢，你点的哎，它就跳到那边去了。那如果说你点了另外的项目，它就 case， 如果是点了 M2 的话，那就是另外一个，比如说士林校区就会被移动过去。那这个部分的话，我想哦，各位也可以参考一下，就是这地方。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实做一下，比如说想一下，哎，五股校区一个坐标，然后板桥、三重，甚至还有其他校区，你找到之后的话呢，建 menu 试试看好了哈，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。